全网第一个氪金新军需的全部皮肤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山。就在凌晨12点，游戏中又出现了一套新军需。为了成为全网第一个开出此军需全部皮肤的人，我先充了2个648，然后等待12点的到来。时间一到，我迅速打开军需，开抽。此时我的心情是比较澎湃的，毕竟嘛，我要做全网第一个，嘿嘿，什么也不要想，一顿狂点10连开。第一个10连开获得了一把狗杂皮肤，第二次10连开就抽中了玲珑飞花套装，运气还算不错，第三次10连开抽中了背包挂件，第四次就是一把 AK 皮肤。我打开军需看了看，还有很多尚未获得，于是又一顿狂点，我们继续开抽。哎，一把1897皮肤，一个3鸡头皮肤，想要凑齐全部的头盔皮肤还需要一点时间。哎，这次不错，又中了一套淡雅花蕊皮肤，也不知道抽了多少次，终于凑齐了全套的头盔皮肤，紧接着也凑齐了全套的背包皮肤。和一个飞行棋，经过了几分钟，我终于收到了一个提示，余额不足。此时我打开军需宝箱看了一眼，目前还有一个就凑齐了全部的皮肤，并无大碍，再冲一个648，迅速开抽。大山，我是你粉丝啊，再抽军需。我丢，你这漏力值它长得好快呀。而此时我终于抽到了蝴蝶迷情套装，再打开军需确认一下是否抽出了全部皮肤，确认无误，给大家展示一番。你瞧，我的妈呀，这角色黢黑黢黑的，换成女角色再来看一下，这下好看多了。哎，差点忘记了，我还在挑战。打开时间可以看到，在军需出来的13分钟内，我已全部抽出。我算不算全网第一个呢？后期制作是需要时间的，所以请不要看发布时间，谢谢。